什么小生新策？跟著朋友做伙来关心年底选举的相关消息，要来看就是国民党籍的民众农会总干事陶文兴，伊伫咧准备何时正式宣布要来参选的民众乡长，希望会当打造民众家，这是农产品的集散中心，造福农民。而现任无党籍的乡长陈福成就是强调，选乡长得爱选有经验的，伫咧伊的言谈当中嘛，听会出来力挺陶文兴。在民雄乡长陈福成的陪同之下，包括着民雄农会理事长、商务干事和管理员林基林、何旭生和几位民雄乡代表，拢到场收听。民雄农会总干事杜文生在和中道正式宣布参选民雄乡长。我一个主题就是讲上赞的生活，什么叫做上赞的生活？要予咱民雄的有一个上介好、上介赞的一个生活起居。杜文生表示，担任农会总干事期间，致力农产品推广，推动生产履历和建立品牌，并以熊和米品牌行销稻米。农民所栽种稻米也曾经引起到全国经典好米，是同了解到农民需求，绝对会当为农民发声，也将打造民雄乡成为着农产品的集散中心，要做农民大建林。我希望讲会当做一个来建设一个嘉义县的农特产集散中心，让咱嘉义县的农特产拢会当伫这个所在来集合，也会当让咱的劳工朋友啊，咱下班的时阵，咱会当伫遐呢来伫遐工作。你虽然是国民党籍，但杜文生表示，可能未接受到国民党嘉义县党部提名，而是以个人登记参选。你无党籍的民雄乡长陈福成指出，杜文生曾经担任过乡长，也是现在的农会总干事，强调行政和农会的经历，会当胜任到民雄乡长。乡长后届人选，行政部分、农业部分，为杜文生上清楚、上了解，所以讲。民雄的进步袂当停，民雄的进步不能停，咱都要交托民生。民雄乡是嘉义县人口数统计的乡镇，近年来因为交通便利，辖区内有两个工业区，人口数是持续增加。而民进党执政的嘉义县一直想要赢回到民雄乡长。而代表民进党参选的何嘉行也做过着乡代表会主席。嘉义县二小总队副总队长等，现在是县府的秘书，长期在地方经营，尤其系得到县长张国官等人的支持，可见这场选举双方是真有拼头。同时，外界关心民雄乡长陈福成的一波动态，现在传出陈福成可能转换跑道选举县。新闻客户民雄乡采访报道。